颗颗小汤圆放进滚烫沸水里，再来配料包隔水加热，不到五分钟，清凉修炼便立刻端上桌。芝麻汤圆搭配蜜鱼头以及超炸脆绿豆蒜，加上碎冰，口感忍热交融。业者看准夏天吃冰商机，推出自制搓冰，和一般市面上修炼冰比一比，一样有芋头、绿豆蒜，不同的是包馅芝麻小汤圆。我觉得它那个小汤圆里面就是有包馅，还蛮特别，因为以前吃的都是就走大汤圆有包馅，修炼冰是就是可能在屏东比较有名，但是就是现在就是可以在这边就可以吃到汤圆。以前的印象就是只有冬天可以吃，然后没有想到现在就是连夏天也可以自己就是吃到这种汤圆，然后可以当饭后甜点。想吃传统冰品，很多人喜欢荤桂，但一般的黄色现在也变形，七彩缤纷很吸睛，红的、黄的、绿的都有，堆叠在上头全都是用蝶豆花、芝麻等等制成的。牛奶糖冰砖加热倒进杯中，里头还有 QQ 黑糖颗粒，也是近来潮行冰品。夏天消暑冰品玩创意，拉抬业绩。三立小吴克强、邱小倩台报道。